一大班人出嚟食饭，想选择丰富又够饱肚，首选嘅梗系食放题啦。最近就有一间日本过江龙登陆铜锣湾，主打食和牛烧肉放题。喺东京、大阪同台北都有分店噶。餐厅供应嘅萨摩牛系自家养殖嘅，质素受到严格嘅监管，加上拎过唔少和牛奖项，质素梗系有保证啦。餐厅分别有三款套餐，最吸引的一定是包括萨摩牛的这一款，总共有成170款选择啊，由前菜到甜品样样都有。其中必食的就是和牛牛五花，油脂呈雪花状，烧出来油香十足，口感香软。而萨摩牛里肌肉就比较有口感，肉味更加香浓。海鲜方面，烧海佬同埋帆立贝就特别出色，真系值得一试啊！除咗烧烤美食，仲有寿司同当饭。如果觉得价钱贵，都可以揀澳洲和牛或者美国和牛套餐，虽然唔及日本和牛咁多油花，但系肉味都好浓郁噶。而美国和牛套餐最便宜298元就有交易啦。虽然价钱便宜，但食物选择都不少噶，总共有86款食物任你拣。食肉兽在这里一定吃到很满足啫。新张期间餐厅免费登记做会员，生日还会送和牛蛋糕。如果最近要庆祝生日，就可以想想佢啦。请订阅我哋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